好啦，咁啊讲到世界冠军球会杯嘅决赛啦，咁啊皇家马德里会对住金美奥啦，咁啊决赛嚟嘅，咁但系佢哋嘅阵式咧都系用翻四强嗰阵时我闹得好犀利嘅4-3-1-2啊，咁有人就话咧4-3-1-2如果淘汰赛嚟讲会唔会稳阵啲？咁呢个问题我会答嘅，咁我先讲一讲咧就是个比赛嘅过程啦。咁呢個4-3-1-2呢其實去到決賽依然係老鼠拉龜呀，咁皇馬今日一開波贏嘅呢係一樣嘢嘅啫，就係經驗，咁佢哋叫做呢定當少少啦，咁不過每次過咗半場之後，其實皇家馬德里啦喺進攻上面、主攻上面、組織上面都入唔到禁區裏面嘅，用唔到一啲呢就係地波呀、清脆利落入攝，做唔到喺禁區頂呀，咁因為始終咧都係4-3-1-2啊，唔夠進攻點啦嚇，又冇人拉邊喎，咁好彩今日係金美澳一隊波咧，係非常之差嘅，係呢個機動性嘅，佢哋機動性咧仲比四強嘅對手咧係曳啊，冇呢個反擊能力嘅，咁防守高波咧得啖笑嘅啫，好似19分鐘啊，你夾硬將個波斬入去咧。咁對方都係唔呃人嘅，咁卡華即上到嚟都爭啲入波啦，咁可惜呢就對手護到空門啦，咁另外啲角球呢其實都好接近開紀錄嘅，咁亦即係話呢其實只要呢你用高空波去轟炸佢哋呢就得㗎啦，亦即係話呢如果曼聯嚟到去對金美澳，我相信上半場可能已經入波，因為曼聯呢就一心會用呢一個咧係攻軍炸去對呢一個金美澳嘅，加上咧曼聯起碼對住金美澳咧一定會上四個嘅進攻點啊，即係話咧起碼都有人拉兩邊啊去高空軍炸對手，但係皇馬咧就唔會咁樣做嘅。咁但係皇馬都知道啦，佢哋唯一方法咧就係攻軍炸，咁所以都係要斬啲波入去。咁兩邊冇人又點斬咧？咁咪揾啲人扭個波入去斬咯。非常之辛苦，非常之浪費時間，等到對手防守球員企定定先至將個波斬到入去囉，就係咁囉，辛苦自己囉。其實你四個進攻點兩邊拉邊一交俾佢就斬得啦，使乜搞到而家4-3-1-2要搵啲球員好似摩特力嗰啲扭落去左右兩邊再斬咁戇居呢？好啦，咁結果呢其實點樣斬都好啦，都係冇乜太大嘅作用啦，因為始終你浪費好多嘅時間啦，咁皇馬係根本唔能夠呢係憑藉住自己嘅組織入波㗎，入波係靠罰波啦，咁你睇完個比數再睇下點入波，你係知一道對皇家馬德里嘅比賽係有幾失望啦。我嗱呢個入波呢係斯朗嘅罰球嚟嘅，咁根本就唔過人場㗎，咁不過對手就犯咗一個根本係防守基本最唔應該犯嘅錯誤，就係人牆穿窿啊，咁就俾斯朗用罰球開咗紀錄，咁你攞到第一個入球啦，咁當然就點都得啦，對手比你弱咁多，咁不過就要搞到自己贏得好辛苦啦，咁個理由就係個戰術太保守，4-3-1-2上一場賽事都已經鬧過係老鼠拉龜啦。好啦，咁要答个问题啦，一场过嘅比赛或者叫决赛啦，保守啲算唔算有问题呢？嗱，首先呢我哋要去答呢一个问题呢，我哋要考虑几点嘅，就係、是、究竟对手同你嘅实力差距几多呢？对手会唔会死守嘅呢？对手会唔会攞唔到控球權呢？或者會唔會俾控球權你呢？嗱，如果你可以攞到高控球權，亦即係話對手咧係死守嘅話，咁你亦即係要諗一樣嘢㗎啦，就係諗辦法有效果咁樣去主攻嚇。你唔夠進攻點，變咗老鼠拉龜，反而好容易俾人打反擊。除非你都確定對手係會攻下你，佢唔會死守，佢亦都會攞啲控球權，你唔會攞曬全部控球權啦，你可以打反擊啦。咁但係今日清楚睇到啦，皇家馬德里根本每次想打反擊都唔會成功，因為對手根本就冇壓過上去，留咗好多球員喺後面，做唔到4-3-1-2嘅如意算盤去假對攻嘅。
咁所以你一定會老鼠拉龜啊！咁贏波就變咗靠運，咁一隊波係靠運，仲可唔可以叫做強隊呢？咁今次呢一個對碰咧，皇馬都算係強隊，因為你本身嘅實力比對手好太過多啦。咁但係啊，你咁樣繼續落去嘅話，只會係一隊冇咩前途嘅強隊。做強隊咧，一定要諗下有冇辦法做到個王朝出嚟，尤其是皇家馬德里呢啲經濟上面係許可嘅球隊，點解唔諗下去做王朝呢？但係要做王朝呢，就一定要懂得審時度勢，靈活變通嘅，唔可以一本天書睇到老，最後靠運收場嘅。咁你話我太嚴格都係咁話㗎啦，因為皇馬其實係應該要組織王朝嘅，除非你同我講啦，皇家馬德里咧唔係諗住搞王朝，上次攞過一次西甲咧好滿足㗎啦，今次咧送俾巴塞都冇所謂，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就乜都唔使講啦。咁今季嘅西甲你送俾巴塞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啦，嚟緊12月23日嘅嗰場宇宙大戰，斯丹你係咪送個冠軍俾巴塞啊？係嘅話，你咪輸俾巴塞咯，係嘛？咁我哋喺現場搞個網聚，咪睇下你點輸咯，睇你點死咯，斯丹係嘛？咁你咪做俾我哋睇咯，睇下點咯，睇我現場表唔表你咯，斯丹係嘛？咁嗰場嘅賽事咧，我都必須要講啊！嗰場咧對住巴塞，巴塞係強隊咧，你可以用4-3-1-2嘅，你可以咁樣做，但係之後你對住一個咧就係弱隊嘅時候，請你變一變啦。你再係咁樣4-3-1-2，你季初咪就係咁樣失好多分咯。你而家落後皇馬咁多，搞到宇宙大戰咁緊張，係要贏波先至，即係一定要贏波，係即係焗你主攻，咪仲大鑊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咧，就係呢一場世冠杯嘅係決賽賽後評啊。咁另外啦，即係都講咗啦，就係12月23日8:00啊嘛，咁啊個網聚係睇宇宙大戰嘅。咁若果大家係想參與網聚，聽我講呢一場咧，就係西班牙國家打比嘅話咧，就可以睇一睇呢條片下邊啊。即係有一個咧就係詳情嘅，教一教大家咧點樣去參加呢個網聚，條 link 咧 click 入去報名就 OK 啊。好啦，多謝大家咧，就係收睇我嘅片啦。若果大家喜歡我的片，可以訂閱嘅我嘅頻道啦。若果大家係想鼓勵一下小弟，都可以睇我嘅片嘅。之前若果呢一條片 YouTube 啊插咗個廣告入去嘅話，你播曬佢就 OK 啊。好啦，睇下仲有冇時間睇埋咧，就係阿仙奴或者咧就係車路士嘅比賽，我再做一做賽後評咧。